难难
息，但等雨过天晴再来甘露。等你爹爹到来，我劝他不打你也就是了。多谢大娘。奴才慢走。来此一事清风亭，莫非这个小奴才他就藏在里面？哈哈，他果然藏在这里，还不出来随我走。好一个奴才，仗着躲在妇人身后就打量为夫不敢瞪眼与你。呸！造反！你是战情中抬头看分明，万重山听老丈母亲将子的铁路摸不到
看你乖张沉重，万一失手将他打坏，那还了得？我就是要打死这个奴才！啊，老子，待我劝说于他，对你回家也就是了。那倒有劳娘子。这一害痛，不要惹老人家生气，还是随你祖祖回家去吧。哎，你错了。什么错了？什么祖祖？这是我的儿子哦。你的儿子？老张，你多大年纪？73岁。他的母亲与我同庚。这叫学生卡洛。我13岁了。即是长子。是啊，13岁也不是小孩子了。小学生，你爹爹不打你了，快快回家去吧。千万不要听他的胡言乱语，真的气死我了。大海多相见，我已明了八九分。老汉我骗你不成？
老赵，方才你曾言道，你二老俱都是73岁。常言说得好，男子有终身忧，女子有49，哪有60岁的老妈妈养儿子的道理？啊！哎，有道是苦夫临终生论孙，老牛临危搀麒麟。只要他养，莽说是60岁，就是120岁哟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看你用这沉重拐杖打着孩儿，就不是你亲生子养，就是你亲生子养，岂能这样恨己？今日你讲了实话，我劝说孩童随你回去，如若不然，将你拉到天坟，原来三老四少大家讲个明白。今天你不告诉我，我死也不回去。本是老汉有意隐瞒，只怕孩儿年幼，伤了不父之情。事到如今，我就与你们是说了吧。头更日夜操劳费尽心，苦尽苦养，实在在岁费亲生，却比亲生还好。还倒无忧，倒有一只铜蛋儿，让老婆与我儿换汤吃了。还有细数衣服。是啊，嗯，你是怎么知道？如此说来，他就是我的儿子。说来说去，你是要冒认我的儿子啊？他本来就是我的儿子。既说是你的儿子，你有何为证？谢主为证。
方才听我说有一部学书，他也有了学书，若非出门的时候老婆儿想的周到，还真的被他来去了。娘子，你来看。学书在此，何人所写？是奴亲手所写。既是你亲手所写，上边的言辞你可记得？一世三载，日夜思念，岂能忘怀？记得就我将上边的言语说的一字不差，我就将儿子还你。此话当真？俗话传话，呵呵，倘有一字差错，我也要将你拉往乾坤。原来三老四少，大家说个明白，老汉的乖张定要怪你几乖。你讲请请，你讲请请，你讲老丈听了。来
盘世家不是真，天天有但在父子之情一旦分离，只怕他舍不得我二老，岂不叫孩儿受委屈？你老丈之见，你我之见，你我三人处得听去，让得冤家站在当中。你若叫去，就是你的儿子；我若叫来，便还是老汉我的儿子。就依老丈，如此我们家。在家做好了我儿最爱吃的豆豆饭，等儿回去，盼儿回去，快随为父回家吧，儿啊，儿啊。你爹爹在京中做了官了，快随为娘向荣华小富贵去吧，儿子。娘儿防备。
山。让我父子分别分别，你们在等到大风，出路过。
老丈请上，受我母子一
回家真对他母亲讲，从今后我家中不谈。